可以排喺眼人生活当中去平常的东西，怕如唔会特别去注意到。不过某日行业休收起，有一排去突然去游览，看到有人团推排挖个窗填泳用的，佮交通呢一度经限制得到。回台湾过后，一路提山去庙站方转点，上落夜有泳用想法的朋友，隔天也要抢下来团推排来飞菜。多经半年的时间。旧手机屯里去，也两个客家姊妹成立了工作室，透过屯推牌挖出过电子内图，带本民众细细的感通。过多个初 TV 所的收获，也上作业有人呢去米花教人，希望屯米干教育从细入来打基础。让你自己。好，对。好，好，快下一个。葡萄放蛋黄就是体检，只请外头自家户口捐款按轻松。连北头台红的放蛋，渐渐看只请会进进的捐款，附近居民经过看到自发动懊恼，很感动。尤其我看到画那猫咪，我超爱的。我们这边有很多像猫啊，对啊，非常好。希望我们这边会变成一个很人文气息的地方，变得由于他们的加入，会让我们这边环境变得更美丽。为到翻阿内一张 3D 的碰灯，世界好省极其无限几年嘞。台标见到多东西的风路度，台行上去只系车来车去的台北街路。大家人那个海面就系特别帅，一层一层同水泥切条线，包括之前讨论好嘅图。除了想办法讨论之外，听到嘅只系车夫妇过嘅声。对，就是我们彩绘的话是画楼梯的这个立面。然后你从远方走过来看的话，它会形成一个完整的画面，就是会像图一样。然后像一般平面的地方是人要踩的地方，所以我们基本上是不会画，就还是原本人家行走的那个顺畅。我发现你的台是力气同那个一个发起人邱小琪两个人没生意注意到的。力气在美术馆内是向人发起人邱小琪的想法，在那一站两站进房，但是今天的图不是青菜乱想，他采访之前其实已经就做功课，尽量配合当地的发展过程。就是我们上网查一下，他附近蛮多那个卖二手的家具，然后还有一些办公用品的，所以我们就想说放一个古董的沙发应该会还蛮适合的。几个人的采访开始一两年才发好呢。发起采访台发通的邱小琪，本来刚才黑头突然起伊斯坦布尔旅游的时，看到天光台，各方感动，一切转到台湾行菜，才慢慢发展出来。当下是觉得哇，这个画面很温暖，就是很特别，然后很让人有感受力，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可以被觉得在台湾会和对环境会有一个很正面的影响。那可是当下我还没有想说哦，我们要来做一个彩绘阶梯计划。回来就是我姐姐她分享了一个 link， 那个在脸书分享一个全世界各地的一些特别的彩绘阶梯，然后那时候就。里面就是有我去伊斯坦堡的那个彩虹阶梯，然后看到的时候就是已经隔了一年了，可是那个画面就隔了一年又突然又燃起那个回忆。邱小琪同相片转出去了后，得到众多朋友的认同。工作室成立没多半年，已经提出两种的计划方案，一种系统西方路途，就是靠某年的微缩点点的彩绘。另外一种在同学校了到单位合作，用合作的片的人出材料钱，今日发挥创意来挖台。另外的天五站则是邱小琪同李琪的学校台北科技大学。不过，因此彩绘楼台的创意，到台湾还蛮有人做，还是独到困难。今年八月份我在美国的时候，那少奇呢送了一封 email 给我，告诉我说他有一个彩绘阶梯的计划。其实我当下就觉得，哎呀，这个他的计划书写得非常的详细，而且写得很活泼，还有附上一些这个别的国家的一些做法。当下我就答应他了，答应他以后，但是好一阵子没有看到他的动作。后来我才知道说，他去找了我们学校相关的单位，但是我们相关的单位还不太能够接受，
这样的一个创新的这个 idea， 所以呢，后来我就把少奇找过来，找过来我说你们有什么困难，校长直接帮你解决。西方路途的台跟南方碰顶来做主题，国家就将鸟土研究互通。不过台北科大的教研只用松西角，其他针对面看不清楚，而对两个对角将是看到其中一半的土。先生就是后生对两个，就是草头发落孤红，就是同怪了互通，做下增加话题性。这算是我觉得很想分享的，就是。因为我们北科最近这一阵子最有名的就是这个绿色大门，那我们就是把这个绿色大门跟生态池延续到这个阶梯，就从那边走进来以后呢，这三样生物就是台北树啊，然后瓢虫跟那个瓜牛，是我们生态池这边最常出现的三种生物，所以我们就把它延续到这个阶梯上。那还有一个点比较特别，就是平常都是我们在观察生物，那今天就是从这个生物的角度，因为我们把它比例放到跟人一样大，那我们就意思就是可以从生物的角度来观察我们北科的校园生活。它很有趣的是，你假如站在远一点的地方，然后你坐到这个阶梯上面，就会很像你坐在那个瓢虫的身上，然后它带你去逛校园的那种感觉。挖土的过程当中，人只台渐渐看同群人看就相差，还能来来去去去天微点比对，确保土的完整性。所以今年头发好天内风，还懂得先流落，使得看到完整土的提示点。不过除了采灰以外，包含放物的土，台也表面处理裂掉，前置作业未当好时，外间开灰空间内容，所以邱秀琪同李琪进入工作室，唔但请有固定的人，未少请唔挖土的朋友是得来接触。哦，因为他们本来发起这个活动的时候，因为我是认识邱少奇的，那他们发起这个活动的时候，我想说，我跟他说，如果他要画学校的话。我要参加，那他刚好又是选中我们的材质馆，就是因为我是这个科系的人，所以我想说如果要画我们的系馆的话，我也要参加这样。因为我觉得这个构想很棒，就是因为台湾的阶梯很多都是这样灰色水泥，或者是像这种碎石子，就是因为很多水泥地就是它其实是隐藏在很多不起眼的小巷，或者是观光区或者是什么，但其实大家都不会把楼梯放成一个重点，所以可是我们看到他就是邱少奇他提出的那个点子之后，觉得这点子很棒，它变成是一个景点，它变成是那个地方的重点，对，就是可以让大家注意到城市中很多特别的小地方。除了读废弃，从邱少奇慢慢开始在采废台的过程当中，现在后生们建议起会同艺术带去拍高的素材。因为少奇他本身是用美术底的啊，然后只是说现在台湾的环境比较少，像国外就是说只有比较整体性的规划在每个城市跟乡镇里面，我们当然都是城市的规划比较完整，但是可能那个城乡差距很大的时候，那个美化的部分的落实就会比较少。那我当初是鼓励少奇，就是说他可以从比较偏乡的小学我们从小学的小朋友开始就是让他们从美化环境这个部分有一些思考。那希望说这个美感教育是可以从乡下扎根的，然后另外一个部分是说希望透过共同参与共同创作的这个角色可以鼓励更多人投入。阶梯是我们人在踩踏的，所以他走上去的时候，或者是你在上面坐下来的时候，都跟他是一个非常近距离的接触。可是墙面的话，可能就是比较远，离你比较远，你不会特别去碰它，所以相对的阶梯，我觉得跟人的关系比墙面还要更近。我们比较希望它对一个环境的周围是可以达到一个平衡，它不会可能太张扬，或是觉得说这个画面就是要压过这所有的环境。我们希望它在这个环境是很平衡，然后。无意间走过去，你可能不会非常非常注意它，但是你发现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小惊喜的感觉。那我们明年的计划也是希望说可以带到东部或者是南部更可能比较偏乡的地方，
对，让大家可以一起参与。而且得到东都的庆典，本来台快乐团去更加有信心，国外财富200处台做目标，希望打扮更加多不打念的四角头，为灰色的台带来彩色，每位人带来乐趣。